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2023 WCS 宝可梦世界大赛的限时商店的商品啦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要介绍他们的娃娃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第一个就是最可爱的皮卡丘吃拉面的娃娃，你看它嘴巴还有一个美味的好吃 yummy。然后很多人以为这个是一个大红辣椒，其实它是筷子，它是拉面的筷子，只是就是对它卷起来了。然后再来呢是这个鸭子，再来是超可爱的扎眼的星夜喵，然后三个丸子超可爱的，可爱的尾巴，可爱的屁屁，然后这只超重的，不知道在重什么的，这个它做超扎实的，然后它拿两个三角饭团，它的脚，它的屁股，然后它的头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超多人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超红的，骑在成龙身上的皮卡丘，它摸起来超舒服的，你看它那个四个角，然后皮卡丘的屁屁，成龙的脖子，然后他的脸，还有皮卡丘在跟你打招呼，超可爱。这个真这一只真的是抢到爆炸了，这个超多人要的。好啦，那这次我们的开箱就到这边啦，用成龙来陪伴你们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